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重庆，这里是重庆加州花园。加州花园是重庆比较早的高层住宅小区。前几天，加州花园发生了火灾，可能很多朋友都在新闻里面看到过。现在我进去实拍一下，加州花园位于重庆渝北区红石路。紧邻虹桥沟汽车站，这就是那天发生火灾的那一栋楼，从底楼烧到顶楼。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。有关更多重庆的视频，欢迎大家关注余哥阿里。